你上来，把我给弄下去！快，快呀！你是妖怪，什么？你一定是狐妖，被树挂住了，我才不救你呢！我要是救了你，你会吃了我！我是人，不是狐妖。我没长尾巴，你看，哎，不信你看啊！嗯，啊，看见了吧？ 那你就是千年狐妖，能把尾巴藏起来，我才不相信你呢。喂，我要是有千年道行，我会挂在这树上，我下不来吗？我不管，反正不能放你下来。你站住！我下来揍你！别走，我揍死你！你别走，站着别动啊！你真的不是狐妖。 狐妖，衣服留在这儿，皇上能找到我。我哪是狐妖啊！姐姐，我可是仙女，我不小心在天上掉下来了。这一座山都是我管的，你要是把神仙姐姐我给饿着了，往后这座山里面就什么东西都长不出来了。 啊，真的？那当然了。你还不快给神仙姐姐我找点吃的？我都快饿死了。那你跟我走吧。走。